你是空傻啦！我这就直接冲下面。假。什么令的破破破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学台语有个派料的马来西亚人苏令。今日是台湾料理的挑战的第八集，第八集了哦，就是要挑战台湾上有名的料理，全世界的人都知的，台湾的。骄傲来耶！珍珠奶茶 ，bubble milk tea。所以珍珠奶茶台语怎么讲？珍珠。珍珠。珍珠奶茶，就是饮料内底要有一粒一粒的珍珠，这个珍珠就是伊的本体。珍珠奶茶不了珍珠，伊就只是不了性命的奶茶尔。今日我就是要来做家己做珍珠挑战看卖，因为我嘛是第一届做，所以可能会失败，大家莫期待足悬。今日要做一杯正常的珍珠奶茶，搁要做一杯台马掺掺的珍珠柚茶。Let's go！ 材料就这个番薯粉、乌糖加水尔，要先煮乌糖。乌糖水要煮到滚，然后就关小火，唔通煮伤滚伤久，会变臭灰蛋。那你关小火了没？好，加咯。啊，等伊变软一点，我再稍加去揉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面团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来擀。我不是骂脏话，擀面。不能讲 单字，好丢脸。有人是用这个吸管去戳一粒一粒空的，安尼伊的大小就均匀。安尼就一粒。安尼弄出来？怎么弄出来？人家是用塑胶的。玻璃、塑胶，无法多出来，干那。塑胶的安尼挤出来，所以我用刀来切就好。家己切的缺点就是无法度控制每一粒拢同款的换方向。我这就直接冲下面。假。太多了吗？Finally 啊，实在是谁知杯中珠。粒粒皆辛苦，这个就是我自己手暖的珍珠。 OK， 现在就准备小心哦，有够滚的水一定要等它有够滚的时候等进去。这次我要用压力锅煮，因为我的厨房电锅一定要拿，这样就不会黏，就要让它再滚一次，浮起来。现在就被放进去压力锅煮，来，哦，不要摇到它 ，OK。喂，哎，足忝的，做珍珠实在是足忝的。我有准备了，奶茶加柚茶。试试我家己做的蒸奶咯。我本来以为这只应该是较简单，但是我烧唔到。我无烧到。我无烧到。有一点仔嚼劲，但是较软的，就是唔是足好食的台马混合体。有够无合诶！真的不合吗？不合。我来 ，bubble 一定要加 milk tea， 这道理是无法度诶。我觉得是你的珍珠不甜的原因。珍珠无够甜，所以就无加合理。这个挑战我给我自己50分。
分，不及格，但是会当食安呢，至少熟了。好，我来。这个没有 Q 度，一咬就碎，也有可能是煮太久了，煮到软，有点软烂了。对，荤泥啊，真正好起来荤泥，绝对要大粒的有啊，包了一个 QQ 的有啊。我觉得不要用压力锅，压力锅它太熟了。我明白，我后届卖做了，我去外口背就好，就辛苦的。不要想说外面什么一杯50元、超级贵，人家还是有用功夫在帮你煮那个珍珠的。这个有功夫诶，今仔日的台湾料理的挑战就到这了，后届继续挑战有诶无诶，后届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啊对，大家会当去看我以前有翕过安怎做幼茶的影片，虽然做个没怎样。好像拍到你的疤痕诶，没关系吗？会羡慕什么？你们怎会怎样吗？我以前跟在山上的时候遇到熊啊，很饿的熊。你在掰啊？我把它打死之后才发现，原来你还把它打死？对，因为它要吃我啊！我把它打死之后才发现，它的小孩在后面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个熊小孩呢？养大啦、啊。在哪里？在拿镜头。你在说我白痴哎、欸？熊孩子。